好看，你手机拍出来挺好看的，而且蓝天白云。我们现在在去哥本哈根的路上，然后这次行程是学校组织的，我们会在那儿待4天3晚。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嘛，所以学校定的是那种青旅，就大家学生一起分。然后，因为我们学校是关于设计的学校，所以说就是会给我们安排入场券什么的。然后去参观，但是我们没有走秀的票，就还得需要自己去找人。然后我们找得太晚了，所以说他们更多的是想给那些买手看，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座位。但是去看看展览也是好的，就是去参加一下，感受一下那个环境也是好的。然后我们从这边出发到是哥本哈根的话，我们因为是坐巴士去嘛，大概是要5到6个小时的路程。然后学校也有给我们发一些零食啊、早餐呀，然后还有手机壳呀，就特别的好，还有一些喝的水啊什么的。我本来以为没有的，所以我都买了，要早知道有的话我就不买了，就是非常体贴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学校还有跟一些就是哥本哈根的夜店有联系，就是说我们去那儿搞 party 的话，星期四我们搞 party 是前一个小时，是那种 open bar， 就是他的酒是免费喝的这样。然后星期三也有 party 可以去，然后他的也是前一个小时，他的酒对于我们学生是半价，然后所以说这整个就是一个 party 之旅。然后同时我觉得我也可以去转一转跟雪，因为但是我之前其实去过丹麦了，所以说景点的话倒不太用转，就是很 chill 的走一走停一停这样。然后现在就完全素颜，因为我们10点发车，9点就在学校见，要发那个 goodie bag， 就是那种给我们的这些补给。然后起床的话我7、8点就起了，7点起床跟男朋友出去跑了个步还然后吃了个早饭，所以说就可以一会儿可以在车上睡觉，因为毕竟5、6个小时的车程。到时候看吧，还有什么可以给你们分享再分享。哎，打个招呼，雪，安全开车。那我们哥本哈根再见吧。6 hours later。我们现在到了丹麦，然后看这位小姐已经化妆成功，然后我还是大素颜，素颜也美，不美不好看，但我的所有化妆品都在我的大箱子里，所以想说等到了地方再去化妆。然后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差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就到了。然后它有两条路是可以从瑞典到丹麦的，一条是坐船，然后一条是过桥，然后它有一个桥，关于这个大桥的一个那种侦探片，但可惜我们走的不是大桥，我们走的是船，就是整个把我们的就是这个巴士给摆渡过去。所以说我的任务就是要少说然后，因为我特别爱说话的时候说然后。看这个什么表情，眼睛好小，不小，好小。 2 hours later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了第一场秀，其实我们发了好多的邀请的申请函都没接受，然后这里是可以进来，然后我们等于说混进来了，所以说看看这个秀是叫 Fashion Next， 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，但是看一看总归是好的。然后它的感觉是很那种就是很暗的一个场景，又出去一会儿开始黑给你看，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厕所里录音，因为这是唯一比较亮的地方。反正我们成功混进来了 ，yes， 你要给你厕所，还厕所。我们今天都是以红唇为主题，我戴着帽子可能看不出来，但实际上我有一个紫色的眼影，它美美的。我们现在去看啦。
我们现在进来了一个很奇特的中餐馆，里边的服务员还有厨师完全就是外国人，然后他们的菜单就很奇怪很奇怪，里边的装饰就有一条龙，你们看。然后就很奇怪的那种中西风的搭配，然后色调也暗暗的，就给人整体感觉反正就中不中。Chinese whorehouse。我们饿不行了，反正就来了这里，赶了好几个兽，然后找了好多家店，跟你们高飞，我们赶了好几个兽，对，我们赶了好几个兽，然后到了这个奇特的店，就希望不太难吃，我们的期望值非常低，这是我们120块钱，才能保一件烧鬼，这是我们的鱼，以为可以整条，结果上来120块钱，才这么点，3块，还不如这个90块钱的。对，我也多给一点。这个摆盘真的是赞赞的，这是我们点的宫爆猪里脊。The next day。OK， 今天是第二天来丹麦的第二天，然后我今天画了一个绿色的眼影，因为我的衣服是荧光绿的。那今天是我的 outfit， 穿了个皮，感觉自己酷酷的。然后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好，所以我们准备去丹麦的新港。然后今天我特意把我的腮红画得很夸张，因为我想好不容易来参加一次时装周，就希望稍微夸张一点的妆容，因为平常也不敢试。然后脚上是黄色的这样，然后还挺满意的。看我的鞋，最爱的皮靴。然后其实有点冷的，但是还蛮开心的。一会儿去新港看一看，新港超漂亮，如果是阳光天的话。A few moments later, action.好多的这种感觉是设计师品牌，所以是购物，感觉是个购物天堂，然后设计也特别现代。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叫 Stereet， 是一个他们的主街，然后想去那儿找一家那种咖啡午餐店，那个可以喝咖啡可以吃午餐在一起。那现在我们就继续走。说实在话，丹麦真的比瑞典现代很多，瑞典比起来就像个农村一样。到达这个村儿，在这个地方。
Bingo 的星际大战的主题好多呀，看这位同学累的。Moments later。Day three。我们昨天玩的很晚，所以我今天的脸完全就是糟糕的不行。然后我们现在在一个汉堡店吃汉堡，哪里有呢？咱今天穿了雨衣，还有牛仔裤，把这个混搭混的。然后这个汉堡店超级有感觉，就浓浓的汉堡味很小，但是已经坐满了。我们的朱诺同学。然后我们刚点完，我点了 cheeseburger， 还有一个那个 Vienna 的 dips， 然后还点了一个巧克力的奶昔。这个展览有好多就是北欧的牌子，然后可以认识这些牌子，然后展出他们牌子的服装，然后可以要他们的这种网站的名片，然后就可以上网去买他们的衣服，还挺好的，是一个很好的对新牌子的介绍。喜欢，你看那个傻妞。So this is obviously because we're super proud of the design here, and also the rubber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natural rubber from the rubber tree. Yeah.我觉得在瑞典学时装，跟别的国家最大的区别，或者说整个北欧吧，就是他特别注重可持续发展，所以说他在学的过程中会给你注入很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，然后希望你把这个理念用在你的生产过程中，生产用在你产品开发的过程中，用在你的设计中，要把这种可持续发展的那种理念贯彻到底，然后就觉得特别让人受启发，因为就是环保其实是当前最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地球的寿命更长，所以说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概念。 More moments later。两天了，太空。我们还可以 party 一个星期。你可以，我不可以，我已经老了。我们现在回去，我们想溜达回去。这里是深夜的哥本哈根，没有什么特别。Looks exactly like Sweden. Yeah, because they're exactly the same. Okay. But you know what's special? Yeah, it's us.Yes. We have a special one, you know.
The next morning.